时父母教导分思想，这次是我的志愿，然而活到半世发现香港变了石价最高都市。成话是冧家荒迁，过咗咁耐冇乜暗示，人群日日计住算住，买楼买砖是系最终无疑。但现今老板太贱，买楼变咗神话故事，消费高到喊惊捉住，人工又冇得到合理待遇。穷唔系一件错事，人系要犯贱啲钱买富贵先系格言，砖点会咁易俾你成全？云波乱舞，怨声在路，百万千断咗信号，穷人因物涉咗资本，空宅跳楼笑叹全数负赠。爱辣椒去得更进，税款帮下上车细路，公屋要失业先够做，通要攞补助费清去路。穷唔系一件错事，人系要犯贱啲钱买富贵先系格言，砖点会咁易俾你成全？穷唔系一件错事，人系要犯贱啲钱买富贵先系格言，砖点会咁易俾你成全？穷唔系今日发现，人系要每日啲钱买贷款天文数字，砖唯有来生不做。